掌控。是莫泰路的房间。啊，这个无洗哩也是个中计啊！这个皇冠中是有够恶毒的，连一罐奥博也想会出来。什么状况啊？啊啊！糟糕，天啊！哦，啊啊啊！什么？李进楼，我是不是有人心在跳啊？不是啦，你不是讲你要保护我，那呢，你就要较勇敢的啊。哦，那呢，我先把衫穿起来好啊。嗯。你穿衫，你伫高房要送啥？你一直看我，我唔敢起来穿衫。你先跟我讲，妈妈包应该是用改造。李进路，咱是不是要赶紧回去啊？那无，阮爷甲姑姐一定做烦恼安尼，那一定做烦恼，要哪办？一定做烦恼的啦。啊，小爱，你是莫行来行去啦，你给我上车。咱是伫皇冠中的古厝中嫁，所以失去咱的人一定是皇冠中。那呢？迄个皇冠中想要要甲咱等伫咧遮，伊是毋是想讲，伊安尼做就会当甲小龙珠手当伊个身躯边？对，就是一定是伊后步，伊先甲小龙珠带走，啊，然后佫制造咱两个人做伙的证据，那呢对伊争取的监护权就较有利啊，一定是安尼啦。哎，哪会当安尼啦？安尼，小龙珠爱留在妈妈李静茹身躯边才对啊。伊要安怎对付我？我拢袂要紧啊。不过，伊甲小龙珠吵吵，我即马要安怎做？我真正唔知要安怎做啦。我，啊！你免烦恼啦，小龙珠一定会平安无代志的。我有办法，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因为我知影李进楼一定做要见小龙珠的，所以我伫咧小龙珠的妈妈包内底有放追踪器。啊！不过你哪会知影伊会把妈妈包摕走？因为妈妈包即卖无伫咧这個房间，那呢妈妈包一定是好用摕走的啊。对呢，哎，妈妈包内底拢是小龙珠要用到的物件，若是无遐个物件，一定一直哭，伊嘛会足烦恼的。对，你看，你看，迄内底一直咧闪的迄个点，就是妈妈包伫的所在。那呢，小龙珠应该嘛伫咧遐。唔是伫皇冠中的古厝，是伫另外一个所在呢。小孩，你真足巧的呢，你哪会知这步啊？哎，因为我有看日本的侦探卡通，先记住啊，一只猫，一头子。小孩，
多谢你，我家再有你。双双，妈谢谢你。双儿，行。行。进路，进路，即马人咱伫地啊！哦，足紧张诶，咱即马要哪办？好啦，你啥物紧张啊？爸妈找咱千几暝，我先打电话给伊。我足紧张诶，我足紧张，我足惊诶。好，免惊，免惊，免惊，无代志。各位媒体记者朋友，今日临时通知大家过来，就是希望讲会当借各位媒体的力量，甲我斗相共找我厝内底的亲人。昨暝我接到一个真不幸、嘛真恐怖的消息，就是我的宝贝后生，打出是三个月的小龙珠，伫咧我前某的后头就失踪去。拢找足久的，拢找袂着人。然后今日一透早，就收到一张批，甲小龙珠绑走的迄个人，我相信你即马一定有看到这个新闻。那安尼，我就借这个媒体来甲你讲话。钱，我一定会准备好的。啊，不过囡仔是无辜的，我希望你莫去伤害伊。只要囡仔当平安倒转来，赵生公爱我付出，我所有的财产我拢袂丢掉。希望你会当将心比心，给囡仔一个机会，让伊倒来迄个温暖的家，甲伊的父母团圆。万分感谢。吴先生，拄仔门口接到一位民众的爆料，有这画面，请问这画面的人是李进斗甲之前拖鞋先生吗？啊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两个人哦，就是李进罗甲志田大海啦，忘掉啦。嘿，弟仔，给你请问一下哦，这两张相片是啥物时阵翕的啊？根据爆料民众的讲法，差不多是昨暗时十一点外左右，两个人差不多伫中岛甲太房离开的。原本我想讲，要让小龙珠平静的生活，我打算把所有委屈拢吞落，也毋过我无想要再吞落啦。我想要点正宣布，我一定要争取到小龙珠的监护权。而且，我要告李静茹，因为你无尽到一个做妈妈的义务，无把囡仔照顾好，造成小龙珠的危险。要告就去告，唔免在这浪费时间。好好好，这对高人物总算是出现啦吼！不是事实。各位记者朋友，拄只个相片，恁拢有看到啊？而且即摆有阁同齐出现伫个遮，我无甲冤枉哦。恁拢有目睭啦，家己通判断哦，恁所看到的画面啦。志田大海，阮观众官叫你吃久呢，你竟然甲家己的外甥仔的情某安尼有白来，你真正是哦，有理无底，下心下情啦。洪冠中。小海阿舅根本就无安那，而且伊是我阿舅呢，甲李静茹一点仔关系都无。你讲威胁去要创啊？各位，我是织田集团的千金织田爱，请大家心情好些，我会好好甲大家说明。啊，织田小公主，你哪会走来遮啦？
外公，你唔知听唔知话哦，唔通后边讲话，唔通乱啦。外公，即嘛小龙珠无去啊，爱以小龙珠的安全为主，好不好？啊！这场记者会是要创啥？你的目的是要抢小龙珠的干活款是不？啊，你有问过我的意见无？干活款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小龙珠失踪啊！我搁接到这张批，你看。总共一句啦，代志要收过紧急啦，我回去哦，才好好跟你解释，好不好？唔免回去，搁讲，你即马地当解释，因为我今仔准备我足侪时间通去听你讲。啊，阿姑，你是安怎住院啊？啊，就伊啊，伊走去小龙珠的某下酒去啊乱去啊吵，啊，搁害小龙珠险啊跌倒摔着，我为着要保小龙珠，搁无细力去弄着头，然后我就昏去受伤送病院啊。你是有要讲啥？你家己踮啊 QQ 啦啦才受伤的，跟我什么关系啦？啊，搁再讲啦，你受伤嘛是照常甲李金龙去开房间，敢毋是？对，我有去开房间。阮伫咧病院开房间，我受伤住院拢是李金龙伫咧边仔照顾我。阿姑，你伫病院倒偌久？啊，你甲李金龙去摩托罗的代志是真诶还是假的？是真诶。我伫病院倒无偌久，就听讲小龙珠无去的消息。阮才想到讲，黄冠中才走去某个酒去遐乱去遐吵，那安尼小龙珠就可能是迄位抛弃的。阮就赶紧搬出院去黄冠中厝找小龙珠。你啥物时阵才来阮家？你莫当我后壁讲哦。阿姑，你啥物时阵才去黄冠中引导的？早暗九点外，我甲李进罗一走到黄冠中引导门口口，听到囡仔咧哭的声。啊！李进龙伊就足紧张，就紧走入去啊。结果看到囡仔，伊就抱起来，才发现讲，迄个囡仔根本就毋是小龙珠，伊是一个红仔，而且咧红仔的嘴佫喷烟哦。我若走过，我两个闻到迄烟，就昏昏去，然后醒起来，毋知影哪就伫咧摩天轮的房间啊。真假的？真的。无你是伫咧拍电影，哪有可能有这款代志啦？你编这个故事，谁会相信啦？根本是咧连笑话嘛！虽然讲啊，你讲阿静某去开房间哦，我是有淡薄仔袂爽啊。啊，不过你最后讲啥物，阿仔会喷烟，甲你卖粉去哦。啊，话拢你咧讲啊，故事要哪变哦，拢随在你啦。你唔通叫是讲大家有时间点了，听你讲故事啊。各位囡仔朋友啊，你先卖关哦。这李金龙还有字典出来，走来遮乱。重点是啊，小龙珠的安危。希望各位记者朋友，把这新闻报出去。好，这个绑匪看到，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，我倒转来小龙珠的平安。我拜托你，紧把我的小龙珠还给我。哎，我跟你跪哦，我嘛愿意啦。拜托啦，拜托啦。哇，小龙珠，向北二哥跟你勒索，那呢，你若是无钱的话，小龙珠唔着害啊。哎，这条蛇啦，你要怎啊？这条蛇袂当乌白摸的啦，这是要交警察要调查歹徒的指纹用的啦，卖乌白摸啦，哈。那你就应该赶紧报警啊，叫警察来检查，那代志就清楚啊，敢不是？姐姐，哎呀，啊，不过我根本就无摕到之前集团的财产啊，到底来的姐姐的？李青柔，你应该有吼，啊，紧把钱摕出来啊！若无小龙珠，互人扣头是要安怎啊？袂个啦，这卖袂个扣头我小龙珠啦。那恁今摆应该不是开记者会，是报警。不要紧，我来。对，哎，报警，哎，紧报不紧？哎，你是要害死小龙珠哦？万一你今摆若报警，互绑匪知影，伊若是对小龙珠不利，那是要安怎？开记者会啊！啊，唔着所有人拢知影，小龙珠互人拔走啊！有可能绑匪给撕票呢！哎呦，你安尼是害死小龙珠呢！哎呦，莫听我黑白讲啦，小龙珠哦，人好好啦，袂让人撕票的啦！啊？